大叔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认真记下。哎，不对，你真的不会谈恋爱？不会。那算你找对人了，一个月我保证把你教成恋爱高手。行了行了，别吃了，走。哎，你等我吃完帮我夹菜。哦，女生呐、是敏感动物，注重细节，比如帮她倒水，拿纸巾，在她低头的时候呢，帮她挡住桌角，这些呢都是可以加分的。我都服了，我头发都挡嘴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主动找话题，我不说话了。你觉得这个炒饭怎么样？撮合。三明治呢？大叔，你是来学厨艺的吗？能不能问点女生都感兴趣的话题啊？听说你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待了很多年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还好，习惯。燕哥，你小诺可是我亲闺蜜，帮不了，这口红还你吧。外加一个月零食啊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帮了。我哥那个人吧，钢铁直男一个，难怪交不到女朋友，爸妈一直催催催，毕竟年纪有点。那你找我也没用啊，毕竟我的恋爱经验几乎为零。你不是经常看言情小说吗？够用了，应付着教教他呗。看在口红的份上，我试试吧。不管是在今天，你教我所有的恋爱技巧，我只想都用在你的身上。